这些狼道只是下属，他们群体中一定还有一个首领。只要抓到这个首领，剩余的狼道就能破公子破了。狼道首领不在。
保护你的。你们找死！这状态是……是狂热。怎么办？我来，你们快退后。厉害了吧，小三，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招式？三哥，你们看那是什么呀？是魂骨。戴老大，这块魂骨应该属于你，在我们七怪之中就你还没有魂骨了。可是还有小五。小五现在不需要魂骨，戴老大，你就别客气了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这块魂骨赋予的技能很可能是狂化，对你来说十分有用。嗯。三哥，我去看看那些村民怎么样了。我陪你。你们去吧，这里有我。香香，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路上小心。马红俊，这次如果没有你，我恐怕已经死了。谢谢你。